第二十一计，金蝉脱壳。原点：存其形，玩其事，有不疑，敌不动，训而止。古暗语：共有击敌，坐观其势，倘另有一敌，则须去而存势，则金蝉脱壳者非徒走也，盖为分身之法也。故大军转动而旌旗金鼓俨然圆阵，使敌不敢动，有不生疑。待己催他敌而返，而有敌使之，或有且不知，然则金蝉脱壳者，在对敌之际而抽精锐以袭别阵也。如诸葛亮卒于军，司马懿追焉，姜维令以反其鸣鼓，若向义者亦退，于是宜结营而去。谭道济被围，乃命军士西甲，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，谓俱有服，不敢逼，乃归。